我选了差不多有16、17本书，其中有一本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青少纳言写的《枕潮子》，其实是他的日记，关于他跟皇后周边的生活的一切的描写。那他这本书或这本日记里面有用不同的段落去描述这些时空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个片段的开始，他就会说，比如说他会讲我今天看到最美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所以他那篇文章就会跟你描述他所看到最美的东西。其中有一篇文章，他是描述他觉得最可憎的东西是什么。那里面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今天我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也会觉得那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很热的夏天的晚上，当有一只蚊子在你的就是蚊帐里面一直飞着不停，嗡嗡嗡的飞着不停，那个是很可憎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他在讲说，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一位70几岁的老翁，衣衫不整，头发也没有梳，而在那边挖鼻孔。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像我刚刚讲，我今天如果看到这样子一个画面，可能会觉得又可笑又可憎啊。《枕草子》这本书，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哈。有一个影响就是它带给我很多的乐趣。第二个影响是，当他把每一天生活里面的种种，譬如说喝茶、吃饭、睡觉，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变成一种非常有艺术性的描写，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当我看到我的作品本身也是以生活的很多细节来做一个出发点的时候，我觉得跟青少纳言的生活写作有一种共鸣。我觉得在我们这样子的所谓的 digital age 里面，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都已经是用电子书在阅读。我可能本身比较传统一点，我还是比较喜欢用传统的读书的方式去看一本书，因为当我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它手的那种质感，跟闻到木头的那种香味，会下意识的让我觉得跟这本书的世界更接近。那电子书的话，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情怀。可是我不知道，我昨天在纽约的地铁里面一眼望过去，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在看传统的书，都是用电子书在看，而且不管是老少，那个跟年纪没有关系，老的少的都是在看电子书。所以可能哪一天，我真的老花眼了，看不清楚那些小字，我可能就会用电子书来看。就过去我们都是念老庄的东西嘛，或者是有关禅学的东西嘛，但是毕竟就是感觉理论还是理论的东西。那余德慧甚至学十四讲这本书，或者是他所出的大部分书，其实都是落实在生活实践上，因为比如说他直接就到那个安宁病房去做一些研究，然后做一些田野，然后直接就是记录这些即将就是得癌症即将死去的这些病人，他们在生前的这些状况，然后讲的话，他们的思考这样，比如说他们记录着这些即将死亡的这些人，其实最后对于他们的亲人会非常冷淡，可是为什么会非常冷淡？因为
因为他必须冷淡，他才有办法让自己好走，诸如此类，就是记录了这些即将死去的人，他们如何卸下所谓世俗的这些玻璃罩。他一定要卸下，不然他无法面对他自己的死亡。但在卸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得到很多的启发，对于生命很多的启发，这样我觉得蛮深刻的。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类书，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具有非常就是生命中的一些很深刻的本质的东西，但是不一定对创作有帮助，可能有时候相反，就是搞不好你搞清楚这些事，可能就不需要创作了吧，因为创作只不过知细末节而已。最重要的是怎么面对你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没有灵感，没有灵感，大部分就是其实都看啊，比如说小说，或者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些生死学的书嘛。可是他应该不是拿来解决创作的，不是拿来解决创作，就是他不是像一个即时药一样，就是说看书马上解决创作问题这样，它比较像是点滴一样，是它是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养分。大概在1987年，我在念高三的时候，因为我是念复兴美工绘画组，我们学校的特色就是在磨练技术，技术都非常的精湛。那可是在思想上跟美学的素养上都比较不足，所以我那时候就看那个杜象访谈录，我就有很大的一些冲击。那主要的冲击是来自于他首先否定了绘画是独一无二的东西，然后也不是以技术本位定高下，他有更本质的问题，就是什么是艺术，那什么又是艺术品，那它又是怎么界定的？那所以在那时候我也很，因为那时候我很小，那时候差不多才18岁吧，那就觉得过去的被教授的那个艺术知识是被挑战，所以就开始去慢慢开始要去扬弃一些旧有的那个知识框架跟美学系统。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去尝试很多现成物的创作，或者是一些空间装置有关的作品。那当然在那时候我们做的时候，很多老师同学他们都不认同，觉得我在乱搞，或者说是像我参加那个元旦展都被推荐，而且我还是很勉强才毕业。可是后来这个你越深入艺术的世界，会发现艺术是很广阔的，它不是只是一个 representation， 就是再现一个现实的这个媒介而已，它还更可以可以说是制造很多知识，或是产生一些美学的生产，甚至跟社会对话，甚至你可以就是有各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那个算是个启蒙的书了。那后来我还当然看了其他很多书，那只是重点就是说当我们阅读那么多西方的经典之后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回过头来自己去整理自己的一些西方所没有的东西。那我觉得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 archive 建立好之后呢，就档案整理好之后，你才有基础跟西方产生一个良性的对话，否则的话就好像只是一昧的接受他们的理论或是他们的系统，那有时候这个系统不见得相融在这个社会跟我们的这个体制下，会产生一种排斥现象，就像输血，你把别人的血输到你的自己体内来，那如果不合，你可能会排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档案，就是说在建构自己的本土的论述跟美学的知识的建构之上，我觉得我们还差西方很大很遥远的距离，所以还必须要大家一起努力。所以那时候我就
率先就先做了，反正那时候一个人也没差，在家里写稿也花不到什么钱啊，所以就慢慢的做。那其实我觉得台湾很多优秀的艺术家跟这个学术的这个理论者，那出版社应该多多支持他们去出版这类的专书啊。因为我觉得知识是一个流通的概念啊，那早期就是透过书籍的形式在流通，那书籍它有比较一些比较老派的阅读方式，比如说它的质感啊，它的翻页、它的印刷、它的阅读的便利性，跟它有很多比较人性化的这种怎么讲，这种便捷性，所以我觉得书可能还是不会被取代。但是相反的是，透过网络的这个流通，它可以让这个书的很多的这种精华传播出去。那因为网络的传播会比较片段跟比较没有系统性因此如果你要整个系统性的来阅读一个知识的话，可能要透过一些专门的书籍去有系统的来阅读，可能会比较可以建构完整的那个知识体系了。那但是网络的话，它的特点是快速，它的这个立即性，还有它有个 feedback， 就是你可以跟上面的人有一些对谈，或者说是交换意见，这个都是你自己在阅读书所不可能有的。那我觉得要相辅相成，因为有时候你读书的时候是自己你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你在网络上可能是立即分享跟辩论，或者说是有一些知识的那个迅速的这个获得。我选这本书叫做中文书名叫做《错把太太当帽子戴的人》。那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我认为说，其实这个东西跟我的身旁周遭环境正在发生的事情很有关系。那也是跟我在做我自己的研究这方面，我比较有兴趣的这一块。那选这本书是因为，其实它里面讲到蛮多很有趣的医学上的病例。那这个病例其实基本上，我们常常会看到，比如说躁郁症啊、过动症啊，或者甚至一些脑部受过伤害，然后以至于说这些伤害影响到他们的，应该是说这些伤害带给这些病人一些不一样，让他们会产生了不一样，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世界观，或者说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所以说，其实我一直很有兴趣，就是说，我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在感知我们生活周遭的事物？那譬如说，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很久很久以前，不管在，好像在德国吧，德国有一个做了一个研究，他就叫一个小女生戴上一副眼镜，然后那个眼镜是你戴上那个眼镜之后，整个世界会上下颠倒。所以说那个小孩子刚戴上这个眼镜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走路，他没有办法生活，因为所有的东西都错乱。但是慢慢的他习惯了，所以习惯并不是他自己习惯，而是他的大脑，他大脑慢慢的把这个上下颠倒的视觉变成是正向的。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实验。那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大脑的这个能力是非常，这个潜能是很非比寻常的。那我们通常在观看或者说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用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的，比如说尽管是知识也好，或者说你自己身体的感觉也好，或者说用某些，反正 anyway， 用我们一般所谓正常人的方式去感觉、去认知这个世界。可是其实有另外一个世界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世界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病例上面去看到，就是说，原来只要某个东西，我们脑子里某个东西改变了，我们不能说不一定它受伤，不一定是怎么样，可能某些退化或某些
OK 受伤，然后造成了某些损坏，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虽然在医学上我们可能会叫它是一种病吧，一种损害，或者说一种损害造成的一种缺陷，可是我会认为说，我们如果说用另外一个方式看的话，其实是它其实试图在开发，就是这个这些病例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脑子有一些可能的存在的一些可能，就是说你可能用某些，你是有可能用某些不同的方式去观看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说你故意要怎么做，或者故意要跟别人不一样，而是说我们大脑在解读外在世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方式。那虽然我们看到都是同样的一颗，比如说假设今天有个红苹果，你和我看到都一样，可是其实这个是我会觉得说，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背景，或者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教育所受的教育这些等等不同的影响之下，我们看待这个苹果的时候，我们虽然说它是一个苹果，可是我们在讲它是苹果的时候，其实它背后有很多，不管是情感引起的情绪引起的荷尔蒙反应，或者说很多很多大脑里面影响的产生的一些潜意识的变化，其实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因为我在做这个、我做的作品其实大部分都是跟我和我的环境有关。那我常常都是试图去找到一些我们虽然是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大家熟悉的环境里面去找到一些你可能平常看不到的东西。那我认为这个东西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说，你只要稍微改变一下你观看世界的方式，那你很有可能就会找到另外一个虽然说这个城市是一个实体，但是我会觉得说它的可能性存在于并不是说你要去把这个房子给拆掉，或者把这个树给砍掉它才会产生不一样，而是说你和它会有另外一种磨合方式，或者有另外一种互动方式存在，而这种互动方式绝对不会是只是说你每天只是经过它，你觉得说这棵树很漂亮，或者很丑，或者说它提供了一些遮蔽的效果，以至于说不是只有这种很物质的、很实质的一种影响，而是说它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其他的关系。这只是举例啦。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本书会有带给我一些这样子的，就应该是说它和我目前在做这个研究有某些很不谋而合的一些东西在里面，这样子。我选择的书是 Arthur Schnitzler's Leutnant Gustl， 是个奥地利人，是个德文的书。那 Leutnant Gustl 的意思是 Lieutenant Gustl 是那个人的名字。那本书有意思的部分是 basically it's the first book 用 inner monologue 写的，意思是一个 narrator 讨论他自己的感觉，通过这个整个故事才可以听出来。那个对，差不多100多年以前写的，所以从这个方，如果我们今天看很多电影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个 off voice narrator 讨论说他什么什么想到，或者在哪个时候发现。那这是一个 tool， 在 literature 不是那么老的一个 tool， 还有从 literature 学到的。那为了这个东西，我在我自己作品用的，非常喜欢这个 tool 这个方法用拍片，所以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这个，但是我昨天夜里考虑这个你的书的时候，我想到这本书最重要，可能这个 digital 的 situation 跟 analog， 那这个也可以 count in， 我们说 satellite film 或者底片，是可能。The moment of focusing on something， 如果我真的写个文章、一本书的时候，我需要真的重新讨论整个 structure， 或者拍片的时候重新非常的想的很多次。如果我们用 digital 的时候，我见验过、experience 过、拍的时候我们很方便，就每天可以拍 digital， 每天可以 Twitter 多少字，每天可以写个 blog， 每天可以写10个 comment on Facebook。
那我觉得有意思的部分是，写一本书或者考虑一本书或者考虑一个影像一个 film， 就是 the moment of focu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n 这本，对，因为你不能随便乱拍片，或者是你随便就是 ramble around， 那你拿来一个那么大的书会读得很无聊的吧。But if you collect all the Twitters or all the my Facebook or the, 不是 my book， 别人的 ，it'll be just rambling around 那么多，明白？可能这后面有很多私人的或者别的故事，但是 basically 我真的自己 I'm quite happy to be in Taipei， 我真的很舒服，自己感觉在这个城市走来走去做东西。不是要跟很多人 engage， 但是就是我当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可能因为很多城市是不是我选择的，你看维也纳是我爸爸妈妈选择，所以我在那长大，有的城市是因为不是你选择，因为你有时候你做个 artist in residency 或者你有家庭这样的东西，但是对 有一个 sometimes 有一个 necessity 放在后面，但是可能台北是 the only city 是 that I chose basically， and I think that's 是一个很好的目的，to like a city， 对。那个时候我看过这套电影，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女明星，然后我买了这本书回来的时候是因为封面好看，然后我在里面找到一句说话，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变成作家写东西人，是因为我很想爱很静静抽烟，我是病的，然后我觉得很对，我是有病的，他们也是有病的，然后这本书我很喜欢是因为它已经变黄了。就是一个东西在你身边啊，好像这本书我很喜欢是因为它变黄了，那对啊，这些黄色的部分就是影响了。有时候你会想把那本书重新再从书架上面拿下来看，不是因为你真的想看，也是因为相信它，你得到曾经得到一些东西，就好像你买一个作品回来或者看过什么东西一样啊，然后你重新再把它放回去书架上面，不代表你做了什么，只代表你跟他有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那本书其实不全在也可以，但是你就会保全它。那买一张画回来也是一样，不是你怎么保全它，是你很想去保全它，这个是巨大意义。我觉得说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跟他的关系，你得到什么，不是说我看那本书看到什么道理，没有什么道理好说的，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只是喜欢摸它。但是我不常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说买一本书回来一翻，只是很随便的翻开，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看到一些东西我想看到的，经常就这样子，做作品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很相信那种 coincidence， 就也没有安排什么，就是好像你突然间去吃饭的时候，到外面吃饭，你听到一首歌，那首歌当然不是你安排的，你听到就听到了，突然间，然后看书也是一样，你睡之前你睡不着，然后你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然后就拿起一本书一翻开，就看到好像你里面在想那些东西。我选的是一本书叫做《全球投资漫谈》，它英文书名是 Investment Biker， 然后它的作者是 Jim Porges， 他是一个基金管理人，也是一个投资人，然后这本书是描写他就是骑着他摩托车环游世界的过程，然后他到处寻找就是投资机会。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让我感觉到这可能是我会更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嘛。然后你可能可以环游世界，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然后你可以利用你自己的资源，然后去帮助正在发生的事情，让它更快速的改变。
就是回过头来，我可能会发现说，哦，搞艺术当艺术家是真的是一件还蛮无聊又对世界没有太大帮助的事情。我觉得书本它还是有一个很不可替代的那个物质性在，就像你很难想象说和尚早上起来早课在诵经，然后拿一个 iPad 在那边那南无南无南无，这样也很不对劲啊。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是有它很特殊的、很特殊的那个物质性在。也许电子，就是电子这些设备、电子书这些东西，它会替代某些比较消费性的或功能性的这些阅读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本来就是很大量在消耗的。如果它可以用这些方式去替代它，当作它阅读媒介的话，这也可以就是省掉很多就是纸张啊资源的浪费。但是我觉得在某些特定的阅读需求里面，纸本的东西有它很不可取代的价值。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它那个这个问题，就像摄影术发明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人说绘画已死的，然后死了一两百年之后，绘画还是那么重要，还是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媒介、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质上并不会改变的。Hello，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一本《Bud》杂志，然后它是一个同志的杂志，然后它主要是从纽约发行的，然后你在纽约的时候，在 Open Outfitter 啊，或者是一些地下的一些书店里面会看到这本杂志。然后为什么会选择这本杂志？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平常很少看很严肃的书籍，然后杂志好像很多是一个选择。那当然还有很多不同讯息的杂志，但这个杂志里面我觉得有趣的是，它常会报道一些素人，就是在一个同一个杂志的这一种设计上面，它会利用一个路人的去访问路人的方法去达到他那个杂志里面的内容，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再来就是说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他是用讨论的方式来讲一些跟性有关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里面同时除了访问路人这件事情之外，他又同时在呈现某一个比较当代人类的一种身体的感觉。Maybe 它不是一个很直接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个欲望要去看这个书里面，就是说它在这个里面它有很多这种素人的题材，然后再来就是说把一个素人的内容当成一个杂志里面的主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也很多很像我平常会去看我的作品里面很常就是拍一些路人啊什么的，然后在这里面就是它有某一部分的我觉得不是那么完整，或者是就像大部分的杂志我们是介绍一些名人嘛，可是这是当这些人一些路人变成名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是蛮有趣的。然后再来在这一本书里面，我觉得另外一部分它是怎么样重新去讨论可能同性恋这样子的概念。当然我的艺术通里面好像似乎没有在一直在触碰这个部分，可是它对，反正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动机，会今天想要去介绍它，或者是想要希望大家也可以来看这本书的一种原因吧。就像现在其实我们很常用 blog， 或者我们看了一些很多很有趣的很多讯息的网站，然后我觉得当然这些书在书里面都是存在某种讯息嘛，那当然数位时代它有很快速的流通的一个空间一个感觉，但是书本就是怎么样它当它被具体化的时候，我觉得它有的必要性是在于我们去如何去拣选这一种 material， 然后在这个 material 里面去怎么样去 fit 在这个书的设计里面。所以在另外一部分是说你拿到书的某一种真实跟珍贵的感觉，我想这是比较在数位时代无法取代的。